打到嚟啦，但我哋真係唔够人囉。啊，博士啊，我諗係时候要搵佢啦。我哋需要你张胶凳啊。我得返碌棍咋喎。咁你早头啦。你好嘢。龙心，你仲冇 Len refer 啊？中国队长你啱唔啱啊？佢边位啊？堂堂中国队长你都唔识？唔系啊，堂哥啊，佢先系呢个造型十足美国队长加埋 Iron Man 嘅，知唔系又系强国山寨咯？往佢哋仲话系内地第一部正宗 superhero 漫画，点知连故事内容都同美国队长一样，只系啲名改过下咁咋？网民穿爆佢烂，话不如叫山寨队长好过啦。仲话如果要拍山寨版 Avengers， 可以揾雷震子做雷神啦，抄都可以悭翻啊嘛。